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泰国贸易代表勒勒翁女士在北京会见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泰国参加在老挝举行的东盟旅游论坛。农业及合作社部参加全球粮食论坛，借此推动农产品出口。中国于去年进口榴莲92万吨，泰国占了总份额的65%。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各位听众，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泰国贸易代表勒勒翁女士日前在北京会见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泰国贸易代表勒勒翁女士日前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飞。她表示，泰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总理兼财政部长赛塔希望泰中利用现有合作机制进行全方位合作。对此，勒勒翁女士接任贸易代表职务之后，选择访问中国作为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以显示彼此之间的牢固关系。勒勒翁女士对中国政府鼓励进口泰国农产品表示感谢，并重申相信泰国将成为粮食安全和中国农产品的合作伙伴。对此，泰国贸易代表勒勒翁女士建议中国进口更多新鲜的泰国水果，还强调了泰国对可持续贸易的意识，如欧盟无悔磷产品法规 EUDR 的实施，让中国橡胶企业有信心向欧盟出口橡胶。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飞确认泰国与中国的牢固关系，既是一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希望与泰国合作开发清洁能源，并且确认中国将继续支持泰国农产品，尤其是泰国水果。除了榴莲，还有很多在中国很受欢迎的泰国水果。同时，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飞邀请泰国司英部门参加中国进口博览会，以了解中国产品需求资讯。当天，双方还讨论了高铁、清洁能源、电动车等经济发展、贸易和投资问题，一致同意发展农业经济，以提高品质和满足需求。泰国对中国出口的重要产品是榴莲、菠萝等新鲜水果，希望泰中双方在农产品标准、食品安全方面进行合作。泰国贸易代表勒勒翁女士还表示，过去4个月，泰国和中国的农产品进出口持续增长，泰国希望扩大与中国主产业方面的合作，因此希望中国帮助支持学术和足加工产品的开发，同时希望中国政府支持泰国橡胶，希望继续增加从泰国进口多种农产品。泰国参加在老挝举行的东盟旅游论坛。泰国旅游局带领泰国企业家参加在老挝万象举行的2024年东盟旅游论坛，
推动泰国成为连接东盟地区旅游的中心。TAT 泰国旅游局和泰国旅游经营者一起参加本月24日至26日在老挝万象 ITEC 展览中心大楼举行的2024年东盟旅游论坛，在优质和负责任的旅游维持东盟的未来的理念下，泰国展位展示了独特的泰国风情，响应促进可持续旅游业的政策。泰国旅游局长汤姆尼女士透露，泰国旅游局已带领泰国旅游经营者共同参加这次促进泰国旅游业以及商务谈判的重要活动。旅游局为来自泰国的旅游经营者设立一个36平方米的展位，为泰国尊荣卡、泰国航空公司、曼谷航空公司、东北旅游产业贸易协会4家泰国旅游经营商分配场地，洽谈旅游业务。这个东盟旅游论坛是泰国旅游局和旅游企业代表见面和建立业务网络的好机会，是展示泰国潜力旅游产品和服务，特别是泰国东北部的低碳旅游，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伙伴以及同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活动。2024东盟旅游论坛的有3个重要活动，包括了1东盟部长级会议活动，2寻找东盟地区成员国旅游政策合作，3旅游交流活动。活动主要受了邀请东盟企业家与国际旅游企业代表进行商务洽谈，展开旅游促销活动。在本月24至26日期间举行的活动中，展示了东盟各国的最新的旅游状况，包括泰国向参加论坛的国际媒体展示泰国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以促进广泛的宣传和认知。至于泰国展位，由泰国驻万象大使莫拉克、旅游及体育部长秘书吉迪、泰国旅游局长塔伯尼女士1月24日共同主持开幕。展位内邀请健康养生专家举办泰式按摩以及水疗示范活动，供参与者尝试。闻名的泰式按摩和水疗受到国外的好评。此外，泰国展位还设有旅游资讯服务台，提供和宣传泰国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资讯。农业及合作社部参加全球粮食论坛，促进农产品的出口。农业及合作社部长泰玛纳上尉率团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6届全球粮食和农业论坛。上述论坛是于1月17至20日期间举行。农业及合作社部长塔玛纳上尉随后透露，农业及合作社部需要加速几个问题的进程，包括了泰国农业和食品系统的具体改革，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在泰国设立亚太区域办事处，包括加强泰国与伙伴国家之间的农业合作，加强泰国农产品和食品对欧盟市场的出口。无论是多边合作或者双边合作的成功都能够完美的闭幕。此外，农业及合作社部长还与其他80多个国家的农业部长一致同意加快农业和粮食系统的改革，到2030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尤其是关于消除饥饿和加强粮食安全的第二大目标，将利用以下方法推进，即1促进生产，2促进灵活和可持续的供应链，3减少粮食浪费，4加强粮食安全薄弱群体，以考虑每个公民的需求为原则。回应农业及合作社部的密西基模式驱动农业部门的指导方针，农业及合作社部长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副总裁吉拉丁进行讨论。吉拉丁非常感谢泰方的支持，
成为设立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亚太区域办事处的东道国。中国2023年进口榴莲92万吨，泰国占了 65%。 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农业处日前发布了2023年，也就是去年，中国进口新鲜榴莲的统计数据。据中国海关统计，2023年中国进口新鲜榴莲超过142万5900多吨，价值约67亿1000万美元，与2022年进口数量82万4800多吨相比增长了 72%， 而进口价值增长 65.6%。 中国从泰国进口新鲜榴莲数量排名第一，共计92万8000多吨，进口价值约45万6600万美元，占进口总量的 65%， 与2022年进口的数量78万4000吨相比增长了 18%。 中国向越南进口的榴莲排名第二，数量49万3000多吨，进口价值约21亿3700万美元，占进口总量的 34.5%。 与2022年进口4万0800多吨相比增长 107%。 而中国于2022年9月才允许从越南进口新鲜榴莲。至于菲律宾方面的榴莲排名第三，进口数量3700多吨，进口价值约1300万美元，占进口总量的 0.26%。 此外，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农业处还调查了越南和菲律宾榴莲果园和包装厂的名单，发现目前已有708个越南榴莲园在中国海关注册，而原来只有422个，还有168个越南榴莲包装厂已注册，原来只有153个。菲律宾榴莲园有183个已注册，有10个榴莲包装厂注册。与本月五日的数据相比，这一注册数量仍然相同。泰国的开泰银行获国际 ISO 标志认证。开泰银行成为泰国第一家获得国际 ISO 标志认证的银行，以表彰其在致力于保护环境、高效利用资源以确保安全、促进员工健康、遵循可持续发展的银行原则。开泰银行董事总经理皮帕蓬博士透露，由于开泰银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银行行为的原则，在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均衡创造增长，更加注重银行的运营管理，包括了银行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建筑。这是银行根据近零排放目标创造积极的环境变化和影响，并结合确保安全和促进良好的职业卫生与国际标准，使银行成为一个做好充分准备的机构，以有效和无害环境的方式为员工、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服务，同时加强长期的安全和良好的职业卫生。各位听众，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